们三代，第三代，第三代，刘美玲，我们是 ABC Day School 的领袖学校，耶、我们走的是 Happy 贵妇2014，我们有时尚的贵妇款式的 Gucci 的墨镜，还有飘逸的长发，还有两用的这个夹子，又可以夹头发，又可以在走路的时候没有老公的时候，还可以把这个小蛮腰展露一下，然后看看我们的这双腿又美又长又慢，而且抱小孩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舒适，所以穿一个 Nike 的运动鞋，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小包包是 Coach 的，而且时尚美丽的粉色，还有搭这个小孩的玩具粉色，我们还有这个水粉色的衣服，所以我们走的是 Happy 贵妇路线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哇，这个被你这么一讲，真的是每一个都很值钱。听到我们神州的美女登台了，我们神州美女戴着是从印度离奇而来的特别的异国情调的帽子，身着这个中国有特色的中国红夹克，还有她手上你看数着钞票，表示在美国创业挣到了钱，她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五系的电话，表示他很潮流。你看，他手里还拿着这张白卡，这是奥巴马总统普及健康给每个人发的卡。钱拿到了，好，咱们再往下看。你看，他腿穿牛仔裤，代表在德州，我们全是牛仔，我们要发德州牛仔的风格。你看。我们这位美女是不是可以评上一等奖啊？耶、你看我们这边是走的本土路线，从美国本土来的，第一个就是来一个美国国旗，请大家会唱美国歌的唱唱好不好？你们几个人会唱？没有吧？好，下面呢是说，我们来了这国旗要号召全民